间的经过，江水人迷花，秋天来的飞，写着思念偌多，所有美丽慢慢的离开，永远不变是我的真心，所有灿烂换来的空虚，无声无息对你的心有想过要和阿婶啊过较好的日子无？有哦！哎呀，阿鹏哥啊！你敢动手无？阿婶这摆是我的囡仔。我想要跟伊拍电影。头一次，想要拍啥？金色夜车。阿不啦，你敢过会记我？你这摆在创啥？我要报答你。这个计划哦，我想真久啊。我要用功劳来带动商机，你做你家地卖我啦。我哪会拢唔知阮家有这块地啊？这块地是唔是要交我开发？那讲阿伯阿妈赞成，是当考虑啦。到底想叫谁亲戚啊？你今麦是我来，敢那有阿伯啦？他个娘嘞！生啊生啊！讲文清要生啊，过来赶紧等伊还恁一只。我白痴！我直接陪你。辛苦了，四十岁，就够追。哎呦，阿母啦，哦，恁囝甲你有够像的啦，阿母啦，咱照约束吼，即体对你先求，啊，看要号啥物名吼，恁两个无家己决定啦。我总算对有够交代。我一个心肝孙嘞，阿三嘞，哎呦，我一个金孙嘞，阿妈抱起来，哎呦，哦，愈来愈顶到嘞，哇，哎，乖孙嘞，阿母，头家搁做爸爸，什么头家搁做爸爸？啊，阿你是讲华莲那边搁生啊？嘿啊，头家已经做三个爸爸哦。阿母啦，干那一个尔，哪有可能做三个爸爸啦？啊，阿三，咱即马当咧学讲话，啊，恁若袂晓讲哦，莫学白讲啦。我敢有送唔对？啊你，阿三啊，阿妈煮白鸭茶呢，咱来啉白鸭茶好无？好，好，哎呀，哦，拢要泡白呀，哎呀，都当一个，我恁两个，阿母，三个对啦。好穿啊好，好乖啊，哈，
期间啊，真贵吼。系啊，头家有交代哦，讲卖甲头家娘讲偌济钱。哎，阿仔，哎。头家对恁真好呢，你甲看嘛，人阿妹姑吼是大小姐啦，啊，伊用这，阿三也对伊用这，安尼敢袂伤妥济？我嘛安尼甲头家讲啊，不过头家讲哦，阿三就敢那因囝同款，叫阿收来啊。阿布拉对阿三啊吼，真正足好诶。我头摆若看伊甲阿三啊咧耍哦，唉，唔知诶人若看到吼，拢会掠准讲阿三啊是因囝咧。哦，我嘛听人讲哦，阿三啊生甲甲头家足共诶，我看着无像诶，你看，哪人诶？诶？阿三啊，哎，阿三伊拄着伫啊，哎，跟我讲话，阿囡仔走去你都唔知影。阿三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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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妈，我在家，你看，阿妈你看，我聊天啊。哎呦，阿三啊，我叫你讲，迄咸菜甲我收收的，你唔收，啊，你是去掠迄要创啊啦？掠了去放掉啦，去甲打一桶水来啦。阿三啊，人迄阿妹舅吼比你较少岁啦，啊，煞比你较捌代志。我听头家娘讲哦，阿妹舅伫厝内吼。拢会倒洗碗啦，倒扫涂骹啦。啊，你嘛少忙一下。你无讲，我煞袂记哩。我甲阿妹姑约好啊，要去露天浴耍。娘讲，我这块打水啊。阿三啊，阿三啊，阿水啊，保安呢？唔通风扇就全放落哦。做代志较认真个啦，我都唔是爱念你讲。这露天戏院吼，拄着落雨，演出就爱取消。啊，即马阁闭关不久，金门城阁伫咧国际界未开卡，其他戏班项目利润袂来，真正毋知影有一档演出是要安怎安排。啊，不然根本讲无片源。上大个问题吼，是戒严几年来，政府为着要推行国语，咧禁止安排变数用台语来修改。连带影响到外国片，还阁有国语片，啊，不然吼，嘛已经有补，想甲无补啊啦。伊只阿本啊，硬要把因的故事哦安排咱的剧情内底啊。我即卖咧，唔然是歌戏呢，连布袋戏嘛咧搬这种故事演这种戏，伊咋办哦？叫国民政府舞蹈伊啦。细声呀！迄关门爱串，讲话爱看，迄老好人听着吼，会唔哪里呢？连咱戏都有代志，起码连讲话吼都无自由啊啦！你看，我老婆先来无用啦，啊！阿美姑，哈！人家人家啥你知无？啊，你咧创啥？我咧逼我阿母啊！你走来遮，然后伊看到就害啊啦！啊，对啊，你哪会到即摆遮来？我爱替我阿妈拍拖刀，去替伊打水，我就无用诶。好啦，你袂开始，你赶紧准备。哈。喂，国际医院你好。哎哎，是是是，哎，安娜，有闲咯，哎，这是我的英雄啦，哦，哎，你甲导演讲哦，赶一点到，哦，嘿嘿嘿，好，无问题无问题，大亮，哎，多谢你哦，多谢多谢多谢，哎哎哎哎。
王宏啊，我，王宏，什么代志啊？叫到大细声。我之前捌甲你讲过一个叫小罗非的，你会记无？你讲小导演哦？是啊，伊伫想要拍台语片，即摆总算完成啊，是甲多马剧团合作的歌戏电影，叫做《六才子西厢记》。要甲歌戏拍做电影，确实无简单诶。什么无简单尔？哎，费足侪精神诶呢，就是这点哦，我真佩服伊啦。啊，即个进展哦，叫我去台北看这支电影，我可能有机会会当甲小导演见面啦。不过你安尼吹笑白笑，我想要甲六才子西厢记签落来，摕来咱戏院吧，你看安怎？真好啊，我对你有信心。啊，你真正这么支持我。你出去阿嫂，我阿兄咧。阿龙已经离去啊，你要看无？好啊。爱看是爱照头仔来，才会当去。我无站咧。我紧啊，阮请你。爱请你家己请。哦，你莫遐孤独啊。规定是恁定的呢。好啦，我请伊啦。哎，紧，你先去。卡细滴哦。好。这是一个惊天动地时代大悲剧。忠贞爱国的故事，小玲这一天忍不住反抗，一分讲到：“阿姊，你敢骗？我老师说，苏联真不好，共产党无人道，吃人的肉，啃人的骨头。”小玲，你这囡仔唔知影，那是恁老师黑白讲的啦。惨惨惨！人生最大的悲惨，生死就在一瞬间。一分啊！你听，什么？外口面凄惨的声音，这就是你要替人民谋来的幸福吗？我知影是你这歹鬼在带头啊！做阿哥呢，请人家看戏啊！无啦，我有收糖啊，做门票呢。收糖啊，做门票哦！你写够巧呢，你真牛呢！阿哥就爱拍啊！我就爱来挂这，无人嫌我臭头啊！报地哪有人念这啊？小鬼听哦！你哦。我嘛真歹咧啦，还大人代志哦，你那人有心无嘴啊，知无？阿高姐，阮知影唔对啊。你讲啥？阮知影唔对啊。好啦好啦，今日回家啦。我若无叫你阿母伤着，我是无法度。多谢阿高姐。好来，卖阮两高腔啊，惊头前啊。来。最后，请大家做伙来喊口号：庄敬自强，庄敬自强；处变不惊，处变不惊；反共抗俄，反共抗俄；复兴中华，复兴中华；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。阿伯，你要去戏院，还是要回去？我送你，唔免啦，我想要四界行行。安怎啦？六才子西厢记拢无人看，心情有做？遐尼有理想的导演，拍一个正港台湾人的电影，结果台湾戏院三港都落去啊！我感觉真可惜。那无过会当安怎？人国较敖，嘛唔等你天一话。我无可能看咱台湾人的电影沦落到这款地步，我决定要争取六才子西厢记来放映。你头壳歹去哦，迄是用十六厘米拍的，效果足歹的，观众拢嫌到无一块好。迄一段稳了的，你做有意义的代志，你一块钱，我嘛感觉有价值。我再讲。生理在人做，
会太会了，还阁唔知呢。既然安尼，你的骹手爱较紧的，莫当做生理，干那你会晓做。进来。人来啊！伊偷摕鸡鸭饼啊，爱假死啊！啊，等下，偷摕鸡鸭饼唔对啦，吼！要唔讲吼，这鸡鸭饼也无算啥嘛，吼！喂，啥物都无啥，迄细汉偷摆无大汉偷干牛啊，这一定要拍！哎，好，我来处理，好。小浩，你会偷干牛无？没啊，哥哥是偷板布。唔敢偷看牛啊！有听到啊？好了，我来处理啊！多谢头哥。即摆你老爷讲个面头前，你甲我讲，你以后要做啥？我想要甲头家同款，开戏院，搁娶两个某。开戏院个样子，娶两个某袂使。啊，你也娶两个某啊？哦，囡仔人有耳无嘴，归好。你老爷讲个面头前。好好反省，想好清楚再安起来，知无？我知啊。查甫囝啦，爱较有志气，啊，想要食兵，莫用偷摕，家己趁钱去买，知无？我知啊。好啦，念伊哦，物件收收的，若有不爱滴的，给等掉，知无？啥？进来啊！安怎啦？哎呦！啊，你是去倒摕这啦？这哦，电影后台找到的啊。啊，你这要不是有死囡仔哩？
啊，你偷提现的物件。无啦，那是头家讲要断掉的，我们才提上来。好啦，我想你应该不敢骗我才对啦。阿妈，这到底是啥？要有人创啥？我跟你讲，这吼叫做砍面失败，你有看到无吼？一张图啊，就讲一个故事。你看我安尼个跳起来，安尼就阁讲另外一个故事。安尼你知无？安尼唔像一个放电影，讲故事的人就甲编剧同款哦。差不多啊，就是这個意思啦。好了好了，你家己多加慢慢来算吼。嗯。阿妈也采个菜菜。嗯。啊。写为啥？我这啥物故事？我画，我画，我以为我阿爸骑空明车去卖冰糖油啊，有水无？你看有水无？阿兰，你拄则你讲唔在听啊？你这无故事，是要安怎甲人收门票？好啊，电话就好啊。嗯。哎，阿亮，你看哦，该倒啥工具？嗯，呀。阿三，你先穿对鞋啦，先量好。那有。阿你妈这张，敢唔告诉？这张无告诉啊。好，你话。哦，这张是啥？爸，你找我。这是庙宇，车站为庙宇上的，你家己看。吃薰啊！你又不是薰的酒。啊，不知道。想要到刘财主西上街票房这么凄惨，三天就落片啊！等遐侪年啊，真无简单哦。有人拍一支配台语的电影，唔但剧本好啊，导演蛮好，演员嘛拢是一流的，结果观众啊。说哪看哪骂，你敢不知我坐你边啊，我艰苦啊！明明就是一出啊，充满台湾人精神的好戏啦，煞输一个假戏啦！你来看，我吼，真正是愈想愈不安。啊，你的意思是，不管放映条件偌歹，也是想要甲签落来？假戏是死，你不过人是活的，小病调节就好啊。兄弟啊，六财主西厢记啊，这个电影。我连尽全力，想办法，让愈侪观众看得愈好。所以你拍算要伫咱乐天戏院放？我就是安尼想的。那伫一般的戏院哦，迄放映厅甲银幕距离，迄是固定的。所以十六里面效果当然歹啊。你若要摕来咱乐天戏院放，就无同款啊。你那个放映机刷个头前，安尼不管是声音、画面，效果一定较好。哇，你真正吼，啊，
我嘴开，你就看到我的阿爸弟啊咧啊！你哪有可能目睭紧紧看一支遐尼有意义的电影，安尼让人糟蹋？你先了解。你在找啥？红灯来，咱去跑掉掉，都是你转让我。我今仔日哪有一个后生通跑通无用？我敢用你去扑别人？你回家阿三伫喺内面，不管我来苦劝啊，伊就是唔开门啦。李辉，你谁甲我开门？我好好听阿三，好好甲照顾。仔，辛苦嘞，这两万给你啊，哦，免客气啦，这应该啦。仔，啊，我不是跟你讲过啊，这地要挂在露天影院嘞，啊，这色水哦，都爱较影目的，啊，观众远远才看有，啊，你唔知有迄个宣传的效果。啊，就头家交代啦。你就知影我交代，你搁话安尼，啊？你讲的头家是我，仔，安尼话就对啊啦。这个阮大东戏家己有去了，绝对是请个了袂掉啦。不过，那就说的啊，爱加一杯大啦，爱才有大班，无采我戏才大景。无你嘛，即摆什么情形啊？什么情形？你搁看无？玉在主席上期我签落来啦，要伫阮耳旁。无可能，我早就甲人讲好啊。讲是一句长长啦，讲我是白纸互你甲人签的呢，你用讲不准算。你安尼偷食无？以后咱是要合作？大家做生意是凭本事啦，若无才调，唔爱怨叹。既然还蛮做生意哦，国际甲露天拢闲话啦，以后大家就卖合作啊。老头家。
好啦，既然来找我吼，我都讲一下公道话。啊不啦，玉在主摄像机，要是无你嘛用大东戏的名义去签登来吼，应该属于阮大东的。国际戏甲露天迄块地，咱当初拢有签约，哦，所以照兵照将，啥拢无得讲要偷你的戏。多谢老头家，实情歹势，阮少年人的代志，我也麻烦你出面，我心内真袂得过。家己无才调，莫考袂着，就来找阮老爸。我的妈！哎，就是安尼啦，甲你有关系代志哦，大项都爱见面啊，有当时连我的话，无你搞我心头。都怪我啦，想过想啊，想到八九天的。老头家，不要紧啊，你今日这个安排，我已经真满意啊。阿不啦，这件代志啊，也是给你一个教训啊。生理嘴好累累，做生理不是干那靠当员工就会用的，一定要白纸黑字写好清楚。我知啊，老头家，那我先来等啊。好，我来送件。真正是阴魂不散的。我是要跟你讲，赵财主摄像机真正无适合伫大东戏院吧？是无适合阮大东吧？还是惊我出风头？阮老爸拢已经决定啊，你是咧唔甘愿啥？妈，你听我讲好无？无需要再讲。嘛，较拜托个，啊，毋是讲罗东上大间个戏院，放这电影，啥物无啥啥，看有了。开钱来才看这种看无个，硬硬硬，歹看歹看。你啦，我你讲要看啦。为何杨凤小姐？木林啊，这叫做小贪两家男啦。你有甲建议过，你都是毋听。即声了钱吼，了甲痛苦伊啊啦。这是有啥好欢喜个？伊了钱，我就爽嘞。现在台语电影正在发展呢，头一个片都大家了到稀烂嘞。我有听到风声，进场四界放掉了，讲要有台语电影拍袂落去。是安怎？啊，台语电影大家听有看有，这生意是有赚钱的机会呢，连我都知影，进场无可能无了解啊。详细原因我也唔知影，要么就是因为进场的走动啊，未了姜龙虾去做歌戏电影。想要拍袂落去，啊！唔，到迄支视频去教王宝钏啊！啊！甲听个晋商甲江龙虾是毋啥物冤仇啊？我猜有啥物冤仇啦？非得这个代志哦，咱无想办法阻挡啊！江龙虾迄支电影乌有去啊！拜托个啦，咱戏个代志都捂袂了啊！你莫阁插一条啊啦，管人家输。我先来等啊。头家，你爱甲伊斗三工。我即摆心情无好，莫甲我闭鬼闭怪啊！啊，我就想到你讲的迄个梦啊，你毋是讲梦中迄个人叫你爱甲一个人斗三工？啊，你想无是啥哦？不管是啥啦，只要需要你斗三工哦，你就出手就对啦。
迄坐哦。OK， 你好，迄坐，要剃头呢。我是来找朋友的。哎，阿伯啦，你也知道我伫遮。听讲你即摆四界放风声，要让江洛社的四平鬼甲王宝钏拍袂成，敢有影？这阵代志啊，找我讲无效，爱讲啊，爱去找塔洛上讲，啊？请问，敢是塔洛上啊？来了较早，陶老三，超代志哦，唔免惊时辰啊。你甲江龙社有啥物关系？无任何的关系。有投资？嘛无。无你是凭啥物要退出头？陶老三，人讲啊。论起求财啊，急起就烧胎啊！那因为四平鬼甲王宝钏跑入去，会影响到塔楼上你进厦门片的利益。那你这件代志好处理？塔楼上，请你手洗腰管，价钱就是你的。钱我无欠，那是要我卖出战代志，除了你讲一个理由，我听会落去。天下人管天下事，我是台湾人，无可能无管台湾的电影事。进前刘在柱杀兄弟，未了无好。江洛社四片鬼甲王宝钏若阁拍袂成，以后无人敢拍第二片啊！即摆四片鬼甲王宝钏已经特别好势啊，这个片啊是第二片的希望，台湾人的寄托。我不准任何人来阻挡。叶小虎，念过这代志啊，风声拢放出去啊，无破一拄仔输赢也是白相耍。后面安怎？我拢分袂。你无教起人去教我破，你去家里进上，看你们哪破，恁家己去瞧。只要你若拔赢，民主就做给你。今日阿豆跟老夫做见证，我若赢，四平会甲王宝钏你就卖惨；我若输，即个皮手挂去，以后我的戏院摆平拢看你。失败啦！哎呦！你这不想傻一点啊，陈先生？交代，咱这赌还比上较细，安怎？晋商啊，外家爱有胶片啦，你有什么鬼胶晓？规矩都恁信好啊，恁化解就解。好啊，阿高，我即马开灯笼，无咧惊你。你们这些人哦，唔捌看人，必须叫你送走啊！啥？老婆，我先去回啊。好，好，你们先走啊，恭喜了啊！哎，阿丽怎么说的？你是不是太累啦？老婆啊，站不起来，啥累啦？你腰疼两家人，你少给钱，你死啊！你呀！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当我是木头人不说话是不是啊？你这个愿赌服输嘛，我也舍不得那一箱子的钱呐、真是。我不信。真正不是我咧臭大分家鬼呢，阮这逝人哦，真正是千里迢迢跋山过岭，用尽心思，千辛万苦，交钱哪占你知哦？哎呦，高兄，阿咪所来讲，你讲啊啰啰，长拢无讲一个重点，听都拢袂识拍。好好，我讲重点，重点是吼，后来阮拄着迄个晋商，
志尚这个唔正人哦，讲啥个？讲伊我都做厝啦。后来这个时阵哦，一个叫头路大出声。头路大，伊嘛唔是介好讲话人。也毋过阿布拉为着台语电影的未来坚持到底，双方都唔肯让步。迄个时阵，阿布拉一出手，就甲对方吃掉的。你敢知影？迄个头路大哦，嘛唔是介软正的人咧。伊是安尼手一个背，脚一个踢，双方开始决斗，战到乌天暗地，刀光剑影。也毋过阿布拉武功盖世，对方哦看到办事唔着，想要选啦。啊毋过头家唔答应哦。一脚步就砸掉对方的气路，这个时阵哦，对方就用毒招要把头家害，头家就安尼飞过来，佮飞过去，咻咻咻咻咻。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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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啊你讲啊这喊过啊？你甲阿母来讲啊，安尼会飞天会算地，又够喊呢？啊人就安尼讲的，人乌白讲的话你也相信？大和阿布拉争到哀哀叫，这就是王宝钏跟四平五这出电影的故事。明仔载这个时间，咱再过来看。哇！明仔载一定会足精彩啊！对啊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哦。对啊，一定要来哦，足精彩。咱拍下过一下。耶！剩一块，阿兰，给你。等你啦，有啥物剩一个小阿兰？啊，就剩一个尔，你搁要计较？啊，原本不是讲糖仔爱共个分吗？啊，就一个尔，想要哪分啊？一人甘一嘴哦。啊，我知啊啦，啊，三介阿兰啊。嘛袂讲。阿兰，啊，三介你呢？哇，莫搁讲啊啦。
就讲啊，你介阿兰嘛。你是今仔日死到真惶恐是无啦？是嘞啊，歹势歹势。我看你安尼哦，毛脚无济啦，啊，搁关家耳啦，你甲恁爸母的缘哦，一定哦作薄的啦。你若不是死老爸，就死老母。好啦，算我做功德啦，我就替你吼消灾，甲你点者。我看你吼。爱较注意哦，你即马有歹物仔咧对你，若无小心哦，你会出代志。那有可能啊？人拢讲我是去食啥皇帝命呢？你是皇帝命啦。那呢？我是要怎化解啊？真简单，你平常不好学吼，人就甲你当作哦，你上帝爷公啊。迄若歹物仔看到你哦，就闪甲离离离啊啦。哎呦！你免烦恼啦，你的劫有解啦，迄神明哦一定会救你啦，无代志。啊是倒一个神明？迄落爱看你做倒啊一道啊。啊，嘿。公诶，啊，不是讲我搬借阳台，那要换搬搬穿。昨暗你无伫咧，不低价不做。啊吼！拢怪我一时讲唔对话，引来七十二度风烟，闹得天下大乱咯。啊，你是该讲啥啦？啊，本来不是头家做谢冰柜，啊，头家娘做王宝钏。这出电影是头家真无简单争出来的。甘免予伊封神一下。我甲你讲哦，咱头家搬四平柜，不要威风凛凛，一表人才。走啊！Thank you.
哦。头的啦，敢讲唔知影去犯着偷鸡娘的禁忌哦、喔？哼，真是。王宝钏甲大正公主有啥无共啊？王宝钏是大宝，大正公主是细女，天差地别。仙儿啊，你给我道歉一下啦！来，来啦，拜托姐。哈，分卡分手。哪有啦？爱请一个早间解红胎无？哎呦，唔免仙儿啦，我真有听无啦。好啦，偷鸡来，偷鸡来。喂。哥哥，婚庆怎么拆开啊？身后的人敬酒下，阿伯好，阿叔阿伯，啊！你话唔听着吼？你头家甲头家娘吼，即嘛是喺搬倒一处，哪会成家安尼哦？你真正高见之家呢？迄白瑞德甲郝思嘉啦，嗯，乱世佳人。哦，你讲迄个大欺骗哦？对啦。哦。头家，头家娘，我真安尼是咧真相啊？你真我个查某囡仔？啊！我演查某的哦，我袂啦。无你要怎个？我要演乌面将军张飞。乌面将军嘛是面乌乌啊，改名转文都看今仔日了。行。来，行。大不啦，真正是不打不起。讲什么四平贵甲王宝钏，是头一出正港台湾人迄个大戏电影。那咧《玉在主西厢记》算第几出啊？伊无讲唔对啊，人确实是头一个35厘米的电影。总共一句，阿不啦就是无实在，臭大拢免拍又过。正港第一出，台湾人翕的大戏电影，就是《玉在主西厢记》。你讲不比阿不啦较实在啊？那不是你想空想空，阿不啦订好的《玉在主西厢记》唱过来，咱大东敢会了遐尼侪钱？真是的啦，有一个算命先甲我讲，我最近会出意外，啊，不过有神明来甲我救呢。啊，你是杀一个空爷哟啦！阿母，我无骗你啊！啊，大家猜计无用，甲要死，你一只来连笑话，紧起，紧起！哦。啊，你的头，哎，安尼出去惊死人啊！被你说中了，你这个电影大卖座了是不是啊？那你这个戏院就应该好好的再重新装修一下了。阿布拉，
你真是有心理眼光的呢，搁知影买四瓶贵甲王宝钏这几瓶，家长拢憋着的，吼、哦、买票买甲烧钱，恭喜你赚大钱啊！我赚的钱有一半哦，我寄伫礼品柜口座咧哦。哎，我听讲我差点拍袂成咧，我是靠你迄只手啦，失败啦，通杀！你是有影无哈？正常嘛，讲者有影无啦。何其明，甲江乐社合作拍四平贵，嗯，全台湾卖到下下叫啦，这就证明走这步是正确的，所以咱当然要继续走落去嘛。哦，哎，我来讲哦，嗯，我即马决定哦，要拍电影。哎呦，拍电影，我要拍《金色夜车》。金色夜车，日本人拍个臭酸起来，我拍真无人看啦。我要拍的，是属于台湾人的金色夜车，充满台湾精神的观念。我心目中的观念。你的观念是啥物款的呀？姿势聊聊啦，金宝。我想要拍的冠军，伊伫台湾出世，是正港的台湾人，甲咱拢同款，要受过委屈，互人看袂起，甚至连心爱的人都留袂掉。伊打拼，伊奋斗，伊终身成功啊！伊想要报复，用金钱来报复遐对不起伊的人。后来嘞，要怎报复？日本的官员为了利益，变成金钱的魔鬼，伊利用金钱陷害政敌。有入去得到更加侪钱，去放荡的欺负善巧人，连伊心爱的人也不帮伊说。我的观念，伊妈因为赚着钱，感觉快乐、满足，要不我这些钱带给伊的，是更加侪痛苦。伊甲日本的观念无同款的是，伊忏悔、孝敬、带念经文。伊会可怜别人，伊唔敢欺负善巧人，为了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会管伊，伊立志，无论安怎，一定要成功。讲到敢若有影，啥物你会管伊，根本就讲你家己嘛。我你妈，参像你这款人，要哪有可能知影，啥物是有台湾精神的管伊？哎呦，这个汤啊，怎么火都上来了啊！哎，宝林嘛，宝林嘛，哎，宝林嘛，日本人是有礼无体，咱台湾人是有情有义哦。台湾人的官员一定会跟日本人的官员砍就一马死，哈哈，安尼叫正港的台湾英雄啦，你讲对不？哎，重点是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就是那一个字，钱钱。钱要搞定，从头到尾灌一来灌一去的，你就算改成灌肠了也没有用嘛。阿布拉，我赞成列雄啊。哎呦呦，连茂林你都同意了啊？叫我看，就是跟拄着同款的处境，台湾人跟日本人的想法，跟做法嘛是无同。咱若要做，就做台湾的金色夜车。钱，我出。哎呦，你免烦恼。你真要听我？当然啦、啊。人咧讲啦，好死老皮，难死老命。为着咱台湾人的民主，咱就为拍这个电影开始。你看完之后，这个有钱呐、啊，那就好办事了嘛啊！太好了。
大叔咧，敬电影。哎呦，敬台湾的电影。哎呦，开门。睡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龙宝。吃的不好嘛。明通啊。哎，涛哥你好。早起来看戏。啊！就这两个差要看。头家娘，头家娘，歹势，我带这两个吼，啊，敢若买一张票尔，啊，我是想讲吼，啊，这两个都还够细汉。不要紧啦，这不是阮戏的，这是台湾银行银的，较大张啊。哎呦，提唔到张，这张才对啦，我有买啦。安尼，就祝你得第一等奖，二十万哦。哦。啊！我若真是着二十万哦，我着台地公来请，啊顺便吼，甲咱去包场包三工，互大家看免钱的。安尼就等你来包场哦。来哦，好，多谢涛哥你好。哎，加加加加加。金刚马糖呀！好好好，阿嫂啦，阿嫂，人客来哦。阿母，我来啊。哦，这场你搞。阿母，你嘞？我来看戏。啊！你今日全看两场安尼，伫暗场你搁要看？啊！徛伫遮看甲哩哩啦啦，看到感动的搁哭无目屎。你过啦，我来偷食。哦，哈，过我。袂当偷食冰。哎，这是我阿爸的位呢。对啊。有啥物啊？太叮当哦！够诶，我来放着。布拉啊！阿爸，嗯，阿布拉公你也来，我专工伫遮等你。阿布拉呢？伊去应酬啦。好好。阿芬姐，伊无甲你做伙来？有啦，你原本就讲要甲我来，向阳讲啥物囡仔人身体咧无爽快，我看吼，是伊家己心内咧无爽快。伊也是对我真无谅解。开始。哎，起来！就你来给我开！你给我开什么小票啦？电影要开始啊啦！起来啦！哎哎！起来啦！起来！起来！阿三！阿三啊！阿三啊！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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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阿母起来啊！娘摸一刀，娘摸一刀，娘摸一刀。明通，明通，今麦想怎？阿鸟啊啦，我讲占位啊！哎呦，阿鸟在咱戏台新楼那咧讲占位啦！阿鸟，起来！阿鸟叫你起来，无听哦。起来啦！头家娘啊，冤枉啦！破断不讲，冤枉！卖搁乱！电影要开始啊啦！什么人为什么人找也好哈？我爱为伫遮。流浪啊！阿娘啊，已经看几下电话，去搞定，进去。阿珍啊，我俩走去。阿妈给，多谢你啊！阿给你，多谢。拍谁啦？对啦。阿爸，嗯，咱在家。好好。拍谁哈？拍谁？
老头家讲吼，你若是搁甲人家抢位，就回去太平山吃家己。阿三啊，都告告你阿母。头家娘，我会告告阮阿母啊，啊，不过你嘛要告告恁阿爸，叫伊莫甲阮阿母洗头路啊。今仔若莫有白讲，伊毋是阮阿爸。伫咧厝诶吼，就是找无啦。我要上班诶时阵吼，我拢把号码记起来，送到遐尔，我报警察甲你啊。上班伫咧遐看，兄弟半下路都拢知影。我是咧宾馆丽娜啦，我有要紧代志哦，一定要当面甲伊讲。你甲谁讲电话？你就是丽娜。歹势啦，阿布拉伫咧我面头前吼，只喊你讲着你，尤太太哈。梦中是无